大家好，我是来自重庆的一个古风户外主播，然后我叫姑娘，很高兴在这里遇到你们，然后看舞蹈就来993，全网最专业最有颜值的频道。下面会把我们送上一段古典舞，名字叫做《浣花溪》，希望你们喜欢。
有三频道，看舞蹈现在就是三，全网最专业最有颜值的舞蹈频道。刚刚那一段取名是叫做浣花溪，取名叫做浣花溪，喜欢姑娘的宝贝又想到了直播时通知我勾勾一下，右键关注一号麦序，没有打卡的宝我们打一下啊，呸呸错了，右键关注一二三号麦序，然后那个啊对，然后感谢兰兰，谢谢一涵，谢谢科，感谢科妹妹，谢谢科帅哥哥。然后再为你们送上一段舞蹈，刚刚有人说鞋子和裤子不搭，你们说这么大热的天我还穿这么多衣服为啥呀，肯定不是抽风，看我都感冒了，就因为昨天晚上把我冷的都感冒了，所以说因为冷所以要多穿一点，因为身体很重要啊。993全网最专业最有颜值的频道，然后喜欢姑娘的宝贝右下方的直播时通知我勾，可以勾一下右键关注一二三号麦序。好姑娘，谢谢。好姑娘真漂亮，花儿都为你开放，为了你把歌唱，唱出心中的梦想。啊，还有四分钟再为你们送上一段梅花泪的舞蹈，然后一段梅花泪的舞蹈送给你们，希望你们喜欢。
那枝梅，白雪飘红泪，滴滴寒香为谁醉？红颜拂流水，片片花骨眼。